我们在过去三年当中，因为有每年有不断的 fundraiser， 我们有采集义卖活动，我们呢集资的资金呢，我们就在教育方面，前两年在 Riverside 的学区，我们捐赠了7000双的鞋子给学童们。现在呢，今年呢开始往后的3年，我们答应了要捐赠10000双的鞋子给 San Bernardino 学区的孩子们。这边我们内陆华人协会啊，这么多的这些好朋友们哈、哦，那么古道热肠，这个平常事业忙碌之余，还能够贡献这个主流社会的活动，尤其对弱势的这些学生他们的关怀啊，我觉得再怎么远啊，来都值得。